那我们警方到达现场的时候，发现哦，有路人哦正在帮这个驾驶实施这个 CPR 急救啊，因为当时驾驶已经失去意识，也没有呼吸心跳。那因为我们警方到场的时候，该名民众哦已经力竭了哈，那我们同仁哦马上接手来实施 CPR。那过没多久啊，这位民众就恢复呼吸及心跳。那经过我们的抢救，还有后续医院的救治哦，那目前该名民众哦已经恢复意识了，目前还在治疗当中哦。那至于整起事故的发生原因哦，目前还在厘清当中哦。